各位乡亲，大家好。我相信朋友们这几天肯定是非常的煎熬啊。很多朋友说日子过得很艰难，也听见的好消息啊，就很高兴啊，感觉又有盼头了。发现这个形势啊反转啊，又有不好的消息传来，然后又感到啊非常的郁闷啊，甚至痛苦，感觉到这个日子啊过得简直是啊太熬人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人活着要有盼头啊，要有希望。我们前进、奋斗、付出的辛苦和承受的这些痛苦，都是因为我们有希望啊，有盼头，我们才愿意付出，觉得一切都值得。如果人要没有盼头了啊，没有希望了，其实就很容易就放弃了。我今天呢，算是给大家还债啊。我们讲讲这个新世界，我们到底为什么奋斗啊？到底为什么承受煎熬啊？都是因为我们对新世界的盼望，那个公平、自由、尊严啊，充满了欢乐。那个世界让我们所有的付出都物有所值。所以今天我们就讲新世界什么样。首先，我们从大家最熟悉的啊这个一句话叫做大道为公。这个大道为公啊，我们中国人知道，是我们中国文化还是个儒家文化啊。儒家文化、儒家经典里啊，那有那么一系列的这个著作叫大代礼记。这个大代礼记，这个大代呢就叫做代圣啊，因为还有个小代啊，这个叔侄俩可能是啊。这个大道之行这句话出自于大代礼记。大道之行呢，它更加的具有政治属性啊，所以我今天从这儿讲啊，因为我也告诉过大家，未来的新世界啊和诸天之国，它是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来保证所有人的最高的权利是治权，来呼应契合宗教里讲的啊，人的权是神的权啊，人就是神。啊，人子就是神子啊，人就是神，就政治和宗教啊，文化传统文化啊，它是这样呼应的。这段话呢，它的原文啊很简单，叫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啊。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啊，曾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归，或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所以这段话呢，说得很明白啊，大道啊，施行于天下的时候，就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法则啊，是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平等的世界，没有那种私权利。天，什么叫天下？我们就说皇帝富有天下啊，这个天下，那知道这个什么率土之滨啊，啊，莫非王土啊，率土之臣是什么？率土之臣莫非王臣啊，就所有的都属于皇帝私有的。这句天下为公啊，就是直接把它否定了啊，所有的都是公的，都是大家的啊，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所以这个制度是怎么回事呢？叫选贤与能。这个选贤啊，首先大家都知道，不是选那些啊什么贵族出身啊，或者什么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就是人要贤明。这个贤字啊，在中国文化里是非常高的、非常崇高的一个词儿，很难啊，一般人是很难用上这个贤字的，哈哈，贤明啊，啊，贤非常好啊，非常道德非常高。然后选贤与能，能是有能力，贤能要结合，就是你如果要是富有啊，给大家服务的这个职责呢，就一定要有贤明、有能力的人去干这些事儿啊。
讲信修睦，人家之间讲究信用，要和睦啊，不会彼此压榨啊，也不会这个彼此这个咱们叫谋害啊，就它是一个和平的非常这个自由的啊平等的这样一个世界啊。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制度的保证之下，在公天下，然后人讲究贤能诚信，在这个情况下就实现了啊。故所以他这个词叫大家记住这个词转合啊，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其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它的原因是因为前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才实现了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吧？人之间就不再仅仅的就是说以家庭为观念，或者说有亲缘关系，然后就走得更近。这个家庭的观念，这个亲缘关系，比其他的陌生人更亲。它是一个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因为说到底，因为不平等，因为所人所处的这个阶层不一样，所占有的这个财富不一样，大家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然后获得更多的这个权益，你自然就成为一个血亲关系。就是父子，那就说叫上阵父子兵，是吧？打仗亲兄弟，是吧？都是因为这个来的。所以如果大道之行了啊，至高法则施行于天下，施行于世界，大家都不再需要了啊，就彼此之间，这个世界所有人之间是相亲相爱的。在这个时候实现这个高福利的这个社会，也是一个有高度文明的社会，那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老有所终什么意思啊？仁德善终啊，大家知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人这个想这个善仁德善终其实很难，要不就是病，要不就是意外，要不就是各种各样的遗憾，留下各种各样的遗憾啊。所以老有所终，德善终，这是非常难得的啊。壮有所用啊，有劳力的时候就有工作，就你就有不会闲着啊，或者是你不会就说像比方说最起码像今天这个社会啊，就中国就马上就面临了一个就业危机，是吧？幼有所长啊，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成为一个正人，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好人啊，而不必像中国一样整天讲究叫父母整天揪心的要把孩子叫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你再怎么说，你再怎么父母再怎么拼搏再怎么努力，在一个不公平的制度之下，所有的人的孩子他跟事实上不可能平等。那中国那红二代富二代一生下来他们就甭说富有天下了，那当他的富有可以让他们遍游天下，他们的财产根本就不是那很多很多花了巨大的代价说是不让孩子输到起跑线上，不是那些家长他们一辈子都能指望那些财富，那孩子生下来就有，人生下来就不平等。所以这段话很简单呀，但你要解开的要它是有层次关系的，很多人就是反正就背下来就或者就觉得挺有意思，它里边是有什么，是有层次的。所有的这个未来新世界的将大同世界的源头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啊，天下为公，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啊，天下为公，它不是私的啊，不是私的，不是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群人，是属于所有人。我再重复一遍，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它是这样一个啊，就曾寡孤独的，由于各种原因，人生不幸的就鳏寡孤独啊，或者这个废疾者，就是这个残障者，或出于各种原因。都有所养啊，不会没人供养啊，不会没人管。说男有份，女有归啊，或他最后再讲这个或恶其，就这个世界就是人和物啊，人和物啊，就是或呢，他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产品商品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只要说啊，为人所用啊，为人所用啊，就是扔在地上，这个都不好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把它一定要藏起来啊，我把它占有了啊，就大家就等于说啊，你说有人说这是共产主义吗？我觉得也可以用共产主义来形容啊，就是你没必要自己藏私嘛啊，就是为天下人所用啊，你这个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啊，就利恶其不出于身也啊，就是说这个干活呀啊，
就是就嫌弃他，就是哎，我没有亲自去干这个活，我没有出力。但这个出力不是为自己去谋幸福，是为天下人谋幸福。就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了是故所以，哎，才会出现谋必而不兴，人不再出需要互相算计啊，或者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天下人就是生活在互相算计。就像中国今天的这个情况，在中共的强力的这个高压之下，他就让人互相算计。这个中国这个世界上，中国的所有人啊，十来亿人，有不算计的吗？因为你不算计，你就是个死啊，是吧？算计算的少，还是都算不过来。所以到那个程度呢，到大道之行之后，啊，天下大同之后，就你不需要动这个心眼啊，人就很简单、很自然就行了啊。盗窃乱贼而不作，啊，没人去偷，没人去抢。是吧？世界很安定啊，很平衡，只有这样才这个世界才是安全的啊！没人去琢磨别的事儿了，也没人去干搞这种犯法的事儿，去伤害别人去啊！是故外户而不避，这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所以门都不用关啊，谁都整个世界门都不关，大家想想什么概念啊？世卫大同，你不用防着谁啊，你没不用防着谁，放你可以开着门放心的睡大觉。是为大同，哎，这句话说的就大代理讲的，因为他讲的很具体啊，他不像宗教讲的那个很神奇啊，听的啊就云山雾罩的啊，好像什么这大代理讲的这个儒家讲的这讲这套东西啊，他其实是非常的具体啊，非常的具体，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啊，就是管理秩序，然后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可以享受到的从生到死的这样的这个待遇，到最后呢就达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谐平等美好，在这种情况下才叫做大同，因为它毕竟不是讲宗教嘛，啊，就是讲这个社会政治和社会，其实说得很明白，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的水平，非到那种情况，才叫做大同。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红楼梦》里啊，非常隆重的啊，最可以说最高潮的一个场景就是秦可卿出殡，啊，秦可卿那个去世了，啊，去世这个大明宫相啊，戴荃啊，鸣锣开道，是吧？来上祭礼来了。这个大明宫相戴荃啊，就是大戴啊，上祭礼来了，就是这个大戴礼记，啊，其实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啊。秦可卿知道在，这个他那时候去世的时候啊。这个贾蓉啊，还是个白身啊，就好像就是个监生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不是官啊，很不荣耀。这个大明宫相戴荃啊，就给了他一个官啊，叫做这个防御内廷紫禁道啊，御前侍卫啊，五品龙禁卫。这个五大家知道是吧？皇帝九五至尊呢，五啊就是中间啊，中央戊己土啊，就指的是中间，它是这个四方之中。这个紫禁道呢，就大家知道就是那个皇籍啊，这个通过帝座的那个皇帝坐那个宝座下边那条线啊，那条经线，大家明白北京这个啊，跟之前讲过啊，北京这个116啊，116乘这个什么啊，乘这个116度乘这个39度啊。但是它这个中轴线是偏的啊，偏两度啊，偏两度的话，就罗盘上你给它拧两度，少两度啊，啊，就是这个其实就是114和37度啊，指的是这个地方啊，这就是北京中轴线偏移之谜啊，大家记住了啊，就跟这个都有关啊，就是《红楼梦》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哎，《红楼梦》里边它就暗含了政治，大明宫大家知道啊，大明宫，明是什么意思啊？天下大光明啊，就是景的意思啊，它也指的什么？指的这个。朝会的制度，初一十五上大朝的这个制度啊，来自于唐朝的大明宫，后世啊都是一个以初一十五上朝啊，上朝怎么上朝？就是走这个紫禁道啊，初一十五就是115啊，大家记住了啊，这个是政治啊，《红楼梦》里就讲了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紫禁道啊，大明啊，跟秦可卿这个去世，所有人都要走这条道。啊，给他秦可卿的名分就是这个啊，他这个出殡这个名头啊，就是五品，这个五品侍卫啊，不是啊，御前侍卫啊，龙禁道、紫禁道啊，就指的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就是大道之行啊，来自于《大代礼记》这段记载就是这个
啊。其实但是红这个青更青怎么死的呢？青更青就是因为这个跟这个贾宝玉啊，啊，就《红楼梦》的第五回啊，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哎，梦游太虚幻境啊，跟青可卿啊发生那个，等于说在警幻仙的安排之下啊，就是梦游。梦游大家知道什么？梦游就是神游啊，神游太虚幻境啊，就神的这个境地，神去了这个神的境地，这个太虚幻境指的是这个。之后呢，啊，青可卿就病了啊，一直到去世出殡啊，就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出现了这个大代理记的这个大道之行啊，天下大道至高的这个大道，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啊，也是这个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结果，它是这样的啊。这《红楼梦》这个支批本啊，就是第五回啊，它里边专门有一首诗词是讲这个东西的。这个太虚梦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来我给大家念念这个词啊，叫做"问谁唤入华胥境"。哎，大家一句话就说清楚了。贾宝玉梦游所谓的梦游太虚幻境，经历的这种种端端啊，就种种件桩桩件件，其实是他这个就是梦游的华胥境。啊，梦游的华胥世界、华胥国，他是这样的，所以第一句话就定了啊。梦游太虚幻境，最高的这警幻仙，最高的这个神啊，在《红楼梦》里就是开这个井，就是华胥境，就是华胥国。华大华胥国是怎么回事啊？华胥国就是中华文化里这个第一个人啊，华胥氏啊，华胥氏生了伏羲氏，伏羲氏呢创了五行这个八卦啊，创了八卦。因为我那个前几天刚讲过啊，那个德国一科学家又是哲学家啊，非常迷恋这个伏羲这个八卦之术啊，就是这个阴阳之术，一切术的这个源头啊。他继续念这个词啊，问谁唤入华胥境，千古风流造孽人，万种豪华原是幻，何尝造孽何事风流，曲终人散有谁留，为甚营求蝇啊，就是钻营那个意思啊，只爱蝇头，就是苍蝇那个苍蝇头啊，这个说的很通俗啊。一番遭遇几多愁，点水根由，泉涌难酬。点就是点出水的根由啊。一开始啊是华胥境、华胥国，到结尾这首诗的结尾就是说清楚了，干什么用的呢？这个做这个梦、写这个书干什么呀？就是为了点水根由，点出水的根由。水从哪来的？水的源头。根呢是树啊，大家知道它是树根啊，树根是树木，有水才有木嘛啊，水生木，就点出水的源头。然后泉涌难酬，泉水涌出来啊，都难以，我们叫就受人滴水之恩啊，当以涌泉相报，但是你报不了啊，就。这整个这个书写的这个预言就指出人类的根由，就像我们讲圣经创世纪是吧，水是先天的啊，先天水，先天就有水。泉涌难酬是酬报的意思啊，就是报酬的意思啊。所以在这就大家就明白了啊，红楼梦其实就是华胥梦啊。但真正的华胥梦是怎么回事呢？怀墨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那今天只能再讲一遍，因为今天讲的是串起来的啊，都跟新世界有关啊。新世界其实说明白了，就是回到我们的根由，始就是终，终就是始。我们人类是从伊甸园出来的，是堕落下来的，就回到我们最原始那个状态。最原始那个状态是最美好的，是我们的发源地啊。我们要回到啊，我们认清了自己的本相之后啊，才能回到天国，回到我们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华胥国。这华胥梦的本身的故事就是说，就是轩辕皇帝，就当皇帝当了个15年啊，天下老百姓拥戴啊，比较心满意足啊，养尊处优。但又过了15年，天下呢还是那样啊，甚至还退了啊，又越来越不好治理，皇帝就很忧心啊，就这个闭关了啊，就闭关这个，我得琢磨琢磨这事儿啊，我得想清楚啊，这个世界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大家记住，2个15年，为什么非得说中间要分个2个15年呢？啊，大家记住了，为什么这样非分2个15年啊？啊，是吧？前15年，后15年，其实就讲了个115
顺着转啊，幺幺五啊，就是十五，十五就是一月十五，就是逾越节，也就是刚才讲那个大戴礼记啊，那个戴权大明宫啊，上朝的日子幺幺五啊，这就是他的意思。然后两个十五年呢是三十啊，一个十五呢，它的合数是六，这个十五这个单位就是六幺五啊，六和十五，两个十五年是三十，两个合数六加起来十二啊，十二月三十。十月三十，我们昨天好像刚讲的吧？啊，大天使啊，大天使，两个麦克，两个麦克，一个彭斯，一个彭佩奥。彭佩奥呢，就是十二月三十，啊，十二月三十，反过来就是零三二幺，就五十一区那个 X 那个标志啊，那个跑道，这就是关联，大家记住了啊，这就是关联。我们接着再往下讲，哎，皇帝闭关，大白天，就叫白日梦，大家记住，这什么关系？叫白日梦啊？啊，就白日梦一般就是你可以看见啊，就看得更真切啊。白天游历回到了华胥氏之国啊，就说是看到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华胥二字啊。碰见老头啊，问这是什么地方，老头说是华胥国啊。皇帝当然高兴了啊，因为这是因为皇帝是伏羲氏的这个子孙啊。他想起，哦哟，我的老祖宗啊，哎，我老祖宗的母亲啊，啊，就是圣身之国呀，就是这个华胥国。然后就那老头就热情的款待他。皇帝说这时候就发现呢，大家记住了啊，我之前跟大家强调几次了，这个华胥国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没有老师和官长，没有什么人当什么老师啊，给人家指指点点啊，就是说没有圣人，也没有当官的啊，也没有什么谁当头的，没有啊，自然而已。什么叫自然？这就是自然最初的状态，没有这个等级之分啊！你甭说这个官长连老师都没有，谁也别教导谁，是吧？啊，这中国人喜欢说什么？这个春风吹战鼓擂啊！他妈的，现在谁怕谁啊？就这个劲儿啊！就谁与谁之间没有尊卑啊？没有尊卑，就自然而已。他原话叫自然而已，大家知道自然而已非常非常的关键啊。道家讲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就是你自己，你自己长啥样啊？啊，就是你人本初的那个样子啊，本初那个样子就是神的样子啊，你神子的样子，上帝造人最尊贵的神子的样子。就是因为为什么没有老师和官长？自然而已，你就是最高的，所有人都是最高的，就没有尊卑和爱憎，一切顺其自然。大家也不懂，也甚至到了什么，也不以生存为快乐啊，也不以死亡为可恶，就达到超脱生死啊，达到这种超脱生死。你没有万事无别啊，就非常的平和啊，非常的自然，都是自然而已啊。也没有幼年死亡的人，就年幼的孩子不会夭折啊，也不懂得私爱自身啊，就其实跟那个大戴礼记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样啊，就故人不独亲其亲，故不独子其子，这就是那个叫，这就叫不懂得私爱自身啊，因为没有区别，大家都一样啊，没有这些烦恼，没有这些愤怒，没有这些争执，没有这些痛苦，也不懂得疏远外物，也没有亲疏远近，大家都一样啊，就刚才讲的这个大戴礼记讲的一模一样，这里的一切都是平淡顺其自然，就所以叫自然，而自然才是真正的大道。自然就是你自己的样子。我在这给讲一下啊，新世界什么样子啊？就是你自己的样子。你自己什么样子啊？神。所以这个华胥国呢，它更有意思的叫它有些具体的指标啊，就是这里的这个老百姓啊，咱们甭说老百姓，就是华胥国的这个国居民啊，水中淹不死，火中烧不坏。石头斧头就是斧头啊砍啊没有伤痛，用手抓没有这个刺痛的感觉。他们能在空中行走，多么高的高山挡不住他们的脚步，云雾遮挡不了他们的视线，雷声不能挡上他们的听觉。哎，大家记住吧，这就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啊，高科技的时代。水中淹不死，就像你们说你可以下潜到深海，你当然淹不死啊，潜艇啊有潜艇是吧，有防护衣，火中烧不坏是吧，有隔温层啊，宇宙飞船这个有隔温层，你根本就烧不着嘛
啊，然后有防护服，砍也砍不伤你，你不可能受到伤害，是吧？能在空中行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非常先进的交通，非常先进的能源技术，整个世界高山挡不住你，水深挡不住你，是吧？有各种传感器，非常先进的雷达探测器，多云雾也不再能遮挡你的视线，是吧？雷声不能捣乱他们的听觉，啊，就是打雷下雨什么都不怕，啊，就是自由的遨游，啊，自由的遨游，就像孙悟空拜师，是吧？学这个筋，这个叫什么？这个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啊，筋斗云是吧？菩提老祖讲的，是吧？什么叫神仙啊？真正的神仙就是什么？啊，朝游北海目苍梧啊，一日之间游遍四海。其实就是这个非常高科技啊，非常先进的技术。这就是滑雪国。在这儿也有一个这个层次啊，就是因果。原因是什么？原因只有第一句话。国无率长，国无师长，或者叫国无师长，我看他的古人有的不一样啊，就国无师长，没有老师和头，大家都一样，都一样到没有权威啊，不是说你光当官不官的问题，有些人喜欢这个教育人，喜欢自己冲圣人，在那儿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人之间完全是那个取消任何这个不平等，大家都一样啊，都是很高贵。在这个时候反而都是自然了。在这种情况下人过得都很好啊，这个大家生活无忧，完全是一种舒适平和，可以说快乐的生活，安乐道啊，就景教讲那个安乐道。那这种社会制度啊，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社会福利，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的和谐啊，非常的和睦，然后这个技术才高度的发达，来满足人像神仙一样生活。神仙在知道你，就像刚才讲的，朝游北海，目苍梧，是吧？甚至你可以去宇宙遨游，这时候技术都有了，啊，非常的安全。这就是《红楼梦》讲的这个东西啊，《红楼梦》可以说所谓的《红楼梦》，《红楼梦》这个梦境就是整个《红楼梦》这个书，就是在讲人类的最终的追求的那个大道实行之后的那个得道之后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啊，是什么样？讲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皇帝呢，轩辕皇帝呢，哎，突然梦就醒了。梦就醒了之后，哎，说这个我吾知之矣，吾知之矣，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啊。然后就按华胥国的这个模式来治理天下。经过28年，天下大治，达到了华胥国那个程度。华胥国什么呀？国无师长啊，国无师长，别再当官，别再当头了啊，就是这样，先把这个。华胥国这个最根本的一个制度就是人人平等啊，人人平等，只要人人平等，实现这种高度民主啊，就属于终极民主，这个世界这个自然就什么都有了啊，你要的什么的好日子都有了，所以皇帝算是得道了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中国从古至今所记载的皇帝这个修道啊，得道的啊，是这个肉身成圣啊，坐飞船走的，就是这个轩辕皇帝。前边一个三十年，做梦之后一个28年，3028。我昨天给大家放的这个迈克跟这个迈克这个四个字母啊，就彭斯、蓬佩奥他们俩的共同的这个名字，这个迈克这个字母就组成啊，就组成这个数啊，就组成这个数2038啊，在这儿就是3820。就是生成4火5 2581，再生成1977和1016啊，再求合数，再加就1114和817，817对应217就登方咒啊。有的圣经是讲就是8月17登方咒啊，大家都记住啊，就是因为犹太历的它这个特殊规律啊，它是一根经线指两头啊，这个什么这个115的时候就是715啊，就它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啊，就817等于217。啊，他是这样的意思，在这儿就都出来了。刚才说的两个15年啊，合数形成了这个1230就是彭威奥啊，然后这个3028啊，就是麦克啊，就是麦克这个字形成的，这是巧合吧？啊，你可以说这是巧合，但是说句实话，无巧不成书啊。这个书讲什么？讲道的啊，就讲巧的，巧到极致，就是一种元素。原型，这就是数的精确。咱们说这个，就相当于
儒家这套东西的啊，就整个这个人类这社会的这个终极是什么样子，也是你原始什么样子啊，就是这个意思。佛教讲的呢，啊，佛教我们知道，佛教就追求去，尤其像净土宗什么的，叫追求去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佛经因为很多种啊，佛经大记录，佛经有很多种啊，对极乐世界的描述啊，具体也不尽相同，但是它大致也都一样啊，也都一样。具体的描述起来呢，啊，首先讲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没有畜生、恶鬼和地狱，大家都一样的啊，在这儿没有三恶道就不再转生啊，就是。我告诉过大家吧，不再转生了啊！这个时候没有这个转生的这个恶道了，你要不就脱成转生的畜生，要不成了恶鬼，要不成了地狱，没有了，那，啊，没有这个恶道了，都是好的，那，啊，都是好的，不再轮回了。啊，众生极乐，思一得一，思十得十，一切自然具足。又大家要想自然，什么都有啊，是高度满足的啊，高度富足的一个世界，大家什么？都没有这个短缺的啊，全国这在这个时候呢，都是这个菩萨啊，都是善人，互相爱护啊，根本无尘，一切众生啊，心开意解，根本无痴，你不会犯这个贪嗔痴的这个恶因。为什么贪嗔痴？因为不够嘛，不平等嘛，有人多，有人少啊，才会产生这种争抢，因为什么都有了啊，所以他就没有这个三个道，也没有转生了，就这个平等的制度消灭了这种恶道轮回。那也给大家讲为什么将来不再轮回，就指的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极乐世界里，并且呢气候都非常好啊，气候温和，没有四季寒暑阴雨的变化啊，永远凉爽舒适，令人心旷神怡，地势平坦，世间有崇山峻岭，也有万丈深渊，在极乐世界的人心地清净平等。但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在高科技之下啊，在高科技之下，高山深渊啊，都不能阻拦你的脚步，都不再是个事儿了啊，都能解决了。其实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啊，另外说我接着往下讲啊，黄金为地啊，你都知道极乐世界遍地黄金。这个遍地黄金，首先这个意思是这个地方非常的贵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宝贵，也是你这个咱们说从价值上衡量是最高了啊。它这黄金为地，其实叫七宝为地，黄金为七宝之首。什么叫七宝呢？七宝就是金银琉璃、玻璃啊、砗磲啊，又是一种大贝壳，可能什么之类的，赤珠啊、玛瑙，这叫七宝。这个世界就是七宝为地，都整个这个大地啊都不再是尘沙什么的啊。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讲过鲁智深啊，鲁智深在8月15啊悟道了，悟道之后听见这个江潮啊，钱塘江潮悟道之后不留下那个帖子啊，就碣石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啊，就点金石。我给大家讲过叫贤者之石，叫点金石。黄金为地，其实讲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还是说没有区分了啊。如果这个四方大地啊都成了黄金。黄金还有意义吗？是吧？黄金和尘土也没有区别了啊！它是指的是这样的，就是达到一种极致的一种平等。所以这个地方呢，还有宫殿楼阁，宫殿楼阁都非常的奇特，有的浮于空中，有的在地上，都是用七宝啊，七宝自然而成，富丽堂皇，胜过这个什么人世间啊那些那个宫殿千万倍，都是。也是说指的最高了啊，宫殿楼阁最高了啊，建筑材料都是七宝啊，都是黄金。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色树啊，就是地上啊种了一排一排，就一行一行排列的非常整齐的树，叫做色树。这个树呢也是由七宝组成的啊，也是由七宝组成，并且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神奇。这个风吹来啊，还能听见这个树叶啊，这声音啊还像乐器演奏一样啊，非常的奇妙，并且还能这个树呢，树在树上你能看见，就影现出什么？影现出，这个十方佛国啊，庄严美好的事物，它像镜子一样啊。其实这个句话说什么？就树是所影现的这个佛刹呀，它是镜，它是什么？它是意思就是这个树是本相啊，你看树就是本相了啊。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啊，
这个地方，这个极乐世界还有什么？还有七宝池。七宝池意思，这个池子、也是用七宝做成的，啊，它跟那个大地啊也都没区别，都是珍贵纯净的，啊，面积巨大，金沙铺地，啊，完全没有这个任何脏污的这个地方。还有八功德水，在这我特意要给大家讲的，所谓叫八功德水。这八功德水啊，就这个水有八种功德啊，不可思议的这个妙用的水啊。一个就是澄净，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杂质。第二个就是清冷，就是清凉，喝着非常的口感非常的好。第三个就甘美，味道甜美啊，非常的可口啊。四是清软，水的这个性质啊，轻浮柔软啊，非经过柔软，他们说跟你讲，有时候叫硬水和软水，可以再说这个水非常好，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东西。第五呢，就是润泽，喝的口里的感觉非常好。我们有句话叫做珠圆玉润啊，就非常的润泽。水啊，就是要润泽嘛，大家记住啊。安和啊，就是安定和平，沐浴其中安稳舒适啊。这个水你在沐浴的时候，用这个水沐浴，你会感觉非常的舒适啊，你会让你产生这种心身宁静啊这个感觉。除患啊，第七就是除患病啊。它这个喝这个水啊，不但可以止渴，还可以除饥，你不再饥饿。这个水是真正又当水又当食物的啊，它能让人喝了这个时候不再有饥渴啊。饥渴是什么意思？一个不渴了，一个你也不饿了啊。这个水就是真正的营养，是说这个的啊。第八就是增益，喝这种水啊，可以增长善根啊，增长善根，让你啊，哎，咱们知道，就说这个，我反复给大家讲啊，就是善啊，啊，人的善根是什么？就是讲你的根源啊，根源就是你，将来能得到什么？其实取决于这个福根啊，这个善根啊，这个水呢就是你的善根，你能跟你的得到啊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啊。除了这个八功德水之外，还有宝花啊，还有宝花，还有各种花，但是花我们不在这讲，就是香啊，非常的这个芳香啊是吧？颜色有特别的好看啊，还能放光是吧？又非常的清洁，就是花也非常好啊，就这整个是个非常非常好美好的一个世界。还有各种珍禽啊，各种鸟啊，非常那个漂亮好看的鸟啊，叫声也特别的好，并且这个世界啊，经常有天乐在空中鸣响，好像这个有一个乐队啊，我们就像一个大厅的音乐厅一样啊，能经常听见各种美妙的音乐啊。这个极乐世界呢，从地上一直上到虚空，一切万物那皆放光明。不但人有光，连七宝宫殿、楼阁、这个七宝池、这个树啊，种的一排排这个树，莲花都放光。极乐世界啊，不需日月，自然光明。大家记住这句话啊，这极乐世界是不需要日月的啊，也不需要什么其他的一个光，它自然有光，所有人都是光明本性。它其实说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自然就有，你自己就有光啊，就像那个圣经讲啊，说这个，我就是光啊，有我的地方啊，这个世界就不再黑暗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自信光明，每个人都是光啊。这个时候不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呵呵，不是，所有人都是啊。等你认识你的本性的时候，就光明大放啊，就是这个啊，就变成这个世界极其的芳香啊，就这个香。关于这个香气啊，之前给大家讲过啊，佛教也特意讲究这个香啊，就这个，然后呢。这个香其实啊，就是指的这个白羊座啊，因为白羊座也被称为香神啊，也被称为香神，大家要记住了啊，这个香有各种妙用啊。然后这个极乐世界还有什么？还有这种花台啊，就鲜花这个台子，放满鲜花这个台子，上面坐着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大家知道这叫西方三圣啊，叫西方三圣，在那个地方的人啊，叫极乐世界的人，你能经常看见这个西方三圣啊。在这讲法啊，在这讲法，听闻各种妙法，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啊，众生最梦寐以求的事是听法啊，物质啊什么的，这个欲望，大家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一心要求法得法啊，一心要提高自己，升华自己。所以那时候西方三圣是大家给大家讲法的啊，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好处。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跟他只是在他比那刚才讲的那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啊，讲的很现实，很政治啊，和华胥国，
华裔国就有点什么了，就有点这个神奇了，因为他大家知道有高技术啊，技术高度的发达啊。但是在这儿呢，在这个佛教讲极乐世界里呢，他又特别有强调了这个物质啊，强调跟物质楼阁跟这个世界的这个建筑，这个世界实体的存在啊，讲了很多，讲到细节了啊，讲到细节了。其实这个《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啊，里边其实讲这个关于七功德水啊，什么七宝这个七宝石和这个什么七宝石和八功德水啊，我讲这一切它是有数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里边那些数，包括栏有多少这个栏杆啊，什么什么的，它是有数的。那些数啊，你把它加起来，你几乎就知道了，你就会得到我给大家讲的多少次那些数都在那里边啊。但这个里边我找了个通俗本啊，就只是大家知道啊，就这个佛教讲这个极乐世界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大家知道宗教啊，它有这个显教，有密教啊，甚至还有说这个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这个秘密宗教讲极乐世界，大家知道我跟大家讲过多少次啊？秘密宗教是中国造反社会往向前推进的主力，没有比密教的人对新世界的这个向往啊更加的这个强烈啊，更加的渴望。所以密教怎么让人真正叫抛头颅洒热血，忍着这个抄家灭门灭九族的这种风险去追求那个新的世界去呢？所以他新世界怎么描述的呢？啊，他跟佛教还是不是太一样啊，跟这个显教啊不是太一样啊。这个密教讲什么呢？讲世间人民受三千年苦啊，已经承受几千年的这个痛苦了。弥勒下生之后啊，弥勒大家知道，弥勒我跟大家讲过多少怎么弥勒就是造反的，弥勒下来就是聚众造反，哎，所以呢，他的二十八宿叫做楼金狗，啊，楼金狗这个楼秀呢，就是聚众造反，兴兵造反，啊，就搞这个的，他相当于圣经里的传道书，传道书的本意就是聚众者言，嗯，就是造反。就弥勒下生之后啊，人民已经受了三千年苦了，弥勒下生之后，当令天雨黄金白米五朝十日，啊，弥勒下生就让天上下雨，下什么？下黄金和白和白米啊，但是黄金白米。这个对人的这个俗世中的人有多大的向往值啊，是吧？下了这个五天啊，下了一个五天，又下了个十天啊，五个早晨，十个白天啊，当令天雨黄金白米五朝十日，又令这个大地饱满，那、啊、又令大地自然饱满，各种其实说白各种食物啊，那、啊、都有啊，得此受用啊，得此受，这叫具体的啊，一切世间无益之草尽皆除去，那些恶草啊。那恶草恶花带刺儿的带尖儿的，其实大家想起来这个上帝驱逐亚当啊和夏娃出来之后啊，耕种的地的时候就长出荆棘了，就扎他啊，就扎他，就这个就是讲这个意思啊，毒草什么、啊、这些东西的啊，就是带刺儿的啊，就把它除去。遍山遍谷皆生可养之谷，就遍山遍地啊长的都是这个人能吃的这个粮食啊，早萌早生。什么叫早萌早生？它这个发芽的也早，长出来早，结果结的也早啊，就是早就熟了啊，就是有道家讲上句话，一种九收啊，种一次他自己收啊，不用再种了啊，不用再种了，收九次根本吃不完，就一茎九穗啊，就一个庄稼上结九个穗是吧？就是产量非常高啊，并且生产的特别多啊，就解决什么问题啊？解决一任人民食用。不用争了，食物最大的问题，食物解决了啊！不用争，不用抢，大地自然就能满足你。其实跟伊甸园是一样，伊甸园也是这样啊！大家知道，伊甸园也是这样啊！上帝在伊甸园布置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你都能吃，都能喝啊，都是这样的。又令一切世间无用之木啊，尽皆除去，就那些树啊，大家知道这些树这个无用，也不结果，也不干嘛的，就是这个反正这个也不成个财。圣经里也是这样讲的啊，耶稣。咒这个不结果，这个什么这个无花果啊，然后又要除去那个树啊，什么那个荆棘那棵树啊，就把它砍去，把它烧了啊，就是不成才是吧？光害人妨碍人的，你在这你都看到，这就跟基督教的关系啊。遍地高碑啊，所生树木皆有果实，大而如斗，小而如升。所生的这个树啊，就像伊甸园树一样，每个都结果的，有的又大，有的小啊。让人你要谁吃了呢？养人红颜，延人寿命。你吃这个果子，哎，这个容貌好，那养颜啊，还能干嘛？还能延寿啊，就是生命果啊。还记得是这个伊甸园这个生命树啊，
上帝说你们随便吃啊，可以吃了就永远活着啊，随便吃，就是吃了之后也不得病啊，也不夭折啊，就是气味甘美啊，食之一饱，数日不饥，吃一颗吃一个啊，就多少天不吃饭啊，还能大家知道又能延人寿命啊，还能养颜啊，还能美颜。其实吧，你想西游记里的武装观啊，啊，万寿山武装观啊，镇元大仙人参果呀，人参果就是这样，是吧？吃一枚就饱了啊，吃一枚能活多少多少年，是吧？啊，又令一等绵薄之树，七叶甚长，柔软如绢，可做衣服。一任人民取而用之，无寒无暑，无贫无富。除了这个树上能结果子，让你吃了这个，又能养颜，又能长生啊，这么好的果子，还有一种树啊，树上结衣服。这个树上结这个叶子啊，又长又绵软，柔软如绢，就是跟你们织的这个丝绸一样，可以做衣服，你随便的取用啊，就在树上直接摘着用了，然后就无寒无暑啊，无贫无富，大家都一样啊，你穿上衣服就没有四季了啊，没有四季啊，大家常年的就很舒适。然后这个国家呢，就是这个世界弥勒降临之后的世界，就人人端正，个个清齐啊，不系不乱，个个修行，人人念佛，令人长寿，自有三万九千之岁，身形长大，生而能行。所有人长得都很漂亮，很端正啊，很端正，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啊，歪瓜裂枣的。所以人人向佛，人人向善，就自然有三万九千之岁啊，就可以活三万九千年啊。身形长大，并且都是巨人，啊，个大也不是那种小矮个啊，这个就跟咱们说都跟石签似的，是吧？不可能啊，生下来就能走，生而能行。到此之时，四一得如意之一啊！你要在到这个时候，你是想衣服呢？哎，天空中啊，就给你降衣服穿。哈哈，你要想食呢，想吃东西呢，啊，就得甘美之食，自然而然啊，大家记住，自然而然。跟滑雪国是一样的啊，大地如同天上，就天地都没有区别了啊，就跟刚才讲这个刚第一个讲是显教的佛教，显教这个啊，显教也是这样的啊，从地上到天上啊，没有区别啊，都一样啊，与三天一同受记，不生不灭，愈多愈广啊，事无浊气，遍地馨香，他方世界一切人民皆念无名，愿生无国。这就已经描述给你了，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啊，非常的简单啊，非常令人向往。这是佛教的显教和密教秘密宗教讲的。哎，接着我们再讲这个基督教的啊，讲基督教的。基督教的很简单，大家知道啊，就是我们这讲过多次了啊，就圣经啊，创世纪啊，上帝啊造了人了啊，然后在东方的伊甸园，大家记住啊，在东方的伊甸园。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边。他记得这个园子是特意设计、特意造的，啊。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那果子特别漂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啊，和分别善恶的树，啊，又有生命树啊，各种果子啊，非常的好，又漂亮，啊，跟我刚才讲的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啊。还有生命树啊，刚才讲这个什么，这个密教讲这个树啊，吃这个树上的果子还能长生啊，还能长生，能自然就能活三万九千岁啊。这个园子并且还有伊甸园呢，有河啊，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啊，从那里分为四道啊，一道河呀，伊甸园出来的河子出来，这个河呀分成四道河，第一道河名叫比逊，就是环绕这个哈菲拉全地的，在那儿有金子。啊，地上有金子，全地都是金子啊！就环绕那个地方，那地上全是金子。那我跟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极乐世界，佛教的极乐世界有区别吗？啊，没有区别，也是遍地黄金，并且那的金子是好的，又珍珠和红玛瑙。啊，我刚才讲的佛教里也是讲七宝啊，也有玛瑙、珍珠、黄金啊。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啊，就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叫西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布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让看守这个园子啊。但其实就是什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其实就包括那生命树的果子，什么果子都有，你都吃就得了。只是分别善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人的堕落，
啊，人原始在这个园子里生活的时候，大家知道是多么是多么一种美满的一种生活啊，就是自然而已，你都不需，其实说到底就不需要劳作，你就管管这个树就行了啊，就是修理这个树啊，就是剪剪枝啊，那干点嘛的，树就那个树是上帝种，都不是你种的啊，都是这种奇花宝树，伸手拿伸手摘果子吃就得了啊，就是就不用多么劳苦啊，不用猫着腰，你伸手向上摘就行了啊。但是呢，你不能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善恶树果子什么意思啊？上帝造人用六天，人啊，从第一天造啊，光啊，到后来分开水啊，分开水和这个陆地啊，然后造出各种动物、飞鸟、鱼啊，各种各样的各种光体，什么都是好的。从第一天到第五天都是好，造了人之后也是好的，所有的都是好的，没有善恶。啊，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上帝没有善恶，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先从这儿理解，你不要强制的把它分开善恶。哎，人就结果就吃了啊，吃了果子之后，直接就有了尊卑了啊，看见上帝就自惭形秽了。哎呀，我没穿衣服啊！你天生你就是神，你需要穿什么衣服啊？啊，并且是人都没有看见上帝，只是听见上帝的脚步声啊，在树间行走，其实就是风声啊。大家记住风声啊。在圣经你会看见上帝说，上帝在旋风中出现啊，上帝就是各种四风啊，就是叫代表四方东西南北，大家记住了啊，这个不在这多讲。人好了，吃了果子，区分善恶，但上帝只是告诫他，上帝并没有说，其实说吧，人都是上帝造的，如果就是说让你听话，设置了这个听话的程序，人就是机器人啊，让不让吃什么就绝对不吃什么，但上帝造的是神。神是自主才叫做神，自己决定，我只是给你提供意见啊，最后你还是自己决定，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承担代价。这就是人类的源头的，记住，人类的源头自主权，上帝不会剥夺你的自主权。包括现在我告诉跟大家讲，哎，到末世的时候，同样的，上帝要惩罚，要清洗审判这个世界了啊，也是让你自己做主啊，也不会剥夺你的自由意志，你的自由意志它叫做自主，你就是民，然后就叫民主。上帝都不肯干涉你，哎，上帝都不肯屈服你啊，让你哎把你这个剥夺你的自由意志。那些压在我们头上边那些人啊，以各种原因，我操，各种原因千奇百怪，他非得要站在你上边，他替你拿主意，他替你来决定。这就是世界的本源啊！你只有彻底消除这个东西，不要听任何人的，自己即自主，所有人都是神，也不要去伤害任何人，要承认其他人也是神，这个世界才能回到本源的那个情况。这是圣经做开最开始的啊，创世纪。我们接着讲，最后启示录，启示录就到21章，你说的很明白了，就是。这个七灾啊，什么七号啊，什么的，上帝清洗这个世界，进行审判，进行惩罚，各种灾荒啊，也来了，战争、瘟疫都来了啊！上帝进行惩罚，最后消灭了撒旦，然后看见了这个新天新地，大地天空都更新了啊！所以到21章就讲了啊，我又看见这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因为这是新的耶路撒冷啊，从神那里从天而降。耶路撒冷的意思叫和平之城的意思，大家记住啊，这是和平之城的意思。耶路和撒冷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是和平之城。为什么和平了？消灭了不平等，战争也好，人的迫害之好，斗争也好，都是因为不平等啊。有人就是想统治别人啊，无比的迫切，无比的想统治别人。然后造成这个世界一切的这个根源，在佛教讲就造成了轮回，啊，你会转人转作孽啊，作业转成这个三恶道啊。但圣经没有讲这个东西啊，就他圣经问的很明白啊，最后啊，天地都更新了之后啊，然后新耶路撒冷啊，因为旧的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啊，耶路撒冷城最充满了罪恶啊，已经被毁掉了，这是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啊，预备好了，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又听见
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这个神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今天开头就讲的那个叫大道之行，这个神指的就是大道至高法则啊。人类都认识到了，回到那个至高法则，至高法则就是告诉你们人人平等，记住了，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这个城里，新耶路撒冷城和平之城里，它的原因就是天道法则和人类的政治制度的高度的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遵从这个至高法则，就是意思就是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说的还能再明白吗？所以大家看东西要看这个话的表述的次序、原因果，一句话跟一句话它是连着的啊。至高法则开始施行了，就大道之行了啊，天下为公了。在这个时候就不再有眼泪了，人不再有痛苦啊，要擦去一切人的眼泪，不再有死亡。记住了，不再有死亡，人才可以永生啊，啊才可以吃生命果啊，那才可以永远的活着，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因为以之前的最后的审判过去，人的从堕落，从原始世界原始的伊甸园堕落成人，出伊甸园，现在呢又回去了，又回去了，所以之前的事儿就过去，人类得到了终极的教训，经过了终极的审判和惩罚。啊，做宝座的时候看呢，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啊，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阿米伽，我是初，我是中。大家记住啊，这是一段话啊，就是这个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记住了。嗯，他又对我说，都成了，都成就了，我的剧本完成了，计划完成了，因为我是阿拉法，我是阿米伽，就是我是初，我是中，我是始，我是终，我既是始又是终，完成了一个大循环，闭合了。闭合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又回到了生命泉，啊，又回到了生命泉，一切的源头。我刚才讲的，给大家讲的那个《红楼梦》里那个词啊，那个诗词啊，最后就干什么用啊？啊，点水根油，点出水是哪来的，水的源头，啊，这就是这个生命泉，给那些有需求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然后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挨个的给大家念了啊。啊，就是我被圣灵感动啊，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神啊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又像碧玉，明如水晶。大家想想我们刚才讲那个佛教讲那个极乐世界了吧啊。都是这样的啊，都是宝石、碧玉、水晶、玛瑙、黄金啊。这个城有十二个门，高大的墙，门上十二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大家记住啊，十二个门、十二个天使、十二个支派，然后四个面呢各有三座门。我给大家讲这个三春之门啊，各有三座门，每个门啊都是一啊四七一零组成一个门，是方的。大家记住啊，门是方的啊。十二意味着圆周啊，门是方的啊，一个正方的门就是14710258113692，啊，这就又回到这个三春之门了。城墙有根基啊，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要拿金苇子当尺啊，量那个城和城门的城墙，城是四方的，大家记住啊，长宽一样，正方，这就那个意思啊。这个城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用金金的，这个城是用金子做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宝石修饰的。第一层根基是碧玉，第二层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都是一个珍珠。所以大家记住刚才我们说的七宝，七宝，七宝啊，就这些东西啊，啊，七宝东西啊。城内的街道是金金，都是纯金，纯金的又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电，
这个城内哎没有殿，因为什么？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这个殿。这个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羔羊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义善牺牲，又是作战的勇敢和神的统一。这个城，这个世界是靠神的大义和神的爱啊，和这个最高法则，是这个撑起这座城，就是这个城的殿。但是最重要的 一句话，大家也得记住啊，这个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个城不用日月光照啊。我们刚才讲这个佛教里讲的这个，不管是显教还是密教，都特意强调这个东西啊，都特意强调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日月光啊，没有日月光，这个城，然后就都是放光的啊，都是大光明啊，都是大光明。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里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然后呢，再往下讲啊，这个城啊，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得进去。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这个极乐世界、极乐之城啊，只有，其实说白讲，我告诉大家，这羔羊生命册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契约，就是约定，就是约柜，就是上帝履行上帝的约定，你才能进到这个，才能进去啊，进到这个和平之城里去。否则的话，你想，你不遵守这个上帝这个约定啊，你不回到你最高的那个位置，你不承认其他人也都是最高的位置，是吧？你进去之后又捣乱啊，又捣，你比别人高，我靠，或者你比别人低啊，在里边又开始拉帮结伙，又开始干了。那你这样能进去吗？开玩笑嘛，是吧？啊，所以天使啊，又只是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和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刚才讲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啊，这关于这个宗教也好，这个道教也好，这个佛教也好，讲的这个未来的世界。大家记住了，就几个标志啊，就关于用金子做成啊，珍宝七宝啊做成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呢还要这个大放光明，这个大光明的世界啊，不需要日月光啊。什么叫日月光呢？啊，没有日月之别啊，它是一种永恒的那种啊自然光啊，它是这样的意思啊，都是在讲这个东西啊，并且最重要的出来水了啊，生命河的水啊，生命河的水啊。什么是生命喝的水啊？你喝着水就能活着啊，喝的水就能活着啊。其实西游记里也讲这个东西啊，大家记住了，镇元大仙的那个人参果，还有这个落胎泉，还有子母河，是吧？喝口水啊，就生命就来了啊，都是一样的啊。还有这个重要的讲，这个树啊，十二种果子，每月都结，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刚才讲的是干什么呢？啊，是干什么的啊？吃这个。这个树上的这个果子呀，啊，这个包括这个叶子啊，都能医治你的人的这苦痛。人的苦痛什么啊？生老病死嘛，是吧？你吃这个果子之后就没有了啊，这个都消除了，人生凄苦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都没有了啊，就摆脱了凄苦啊。这个以后再没有咒诅，这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和仆人都要侍奉他啊，他要见他们的面，他们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大家明白没有？这个城里的人，见到这个城里的人，啊，签订大契约的，履行了上帝约定的，见到这个城里的人都是王，直到永永远远。哼，这启示录整个，我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所有的世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关于这个对新世界的这个安排有区别吗？没有区别，都一样啊，都一样。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被众先知啊，就被感知灵的神，就先知就是感，就是被神啊啊，被神的灵啊感动派来的啊。所以我要把这个将要快成，马上就要显现出快要成就的这个事儿告诉他的仆人。就那先知看呐，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这我必快来这个词儿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这个信福音书里也讲这个东西，福音书讲这个是吧？啊，我必快来啊，我必不留下你们做什么做这个意思，就是让你们孤独啊，这就是神的这个约定啊。所以在这儿呢，啊，就是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那基本上就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事儿啊，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就是新世界什么样呢？新世界首先是回到你的本相，遵从和造物主至高法则的约定。你要绝对的认可自己，相信自己，也相信其他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至高的存在，像神一样担负天下公义，天下为公。就在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么实实在在的一座城。为什么反复强调有七宝，是吧？这个七宝都是不是光吹口气的就没了，肥皂泡一样没了，是吧？都是真实的、坚定的、坚实的、珍贵的存在，建立起一个用这种坚实的这种材料，都是圣洁的、珍贵的、宝贵的，来跟人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高贵来相配。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建筑啊，就是一个建筑，就是首先是用这个政治制度啊，是有完美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因为你是王，你是自主的啊，你不再让渡权力给其他人，就像我们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似的，是个代议制民主，是一个你要把自己的权让渡给某些人，让他来行使这个权利，你就没有了，你还要遵从他的这个指挥，所有的那些恶人都拼了命去抢那个东西去。啊，去追求那个权利，统治别人的权利。当然说起来还是好像很民主，事实上这个根本就不叫民主啊，这个根本就不叫民主。真正的民主就是所有人自主啊，所有人自主的时候，人消除这个不平等之后，世界的这个轮回这个恶事也都不再有。所以上帝已经准备好了这些物质条件，人类的技术其实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我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就说看美国的啊，美国这个几个人可以种几千英亩、几万英亩的土地，全部是自动化，全部是电脑程序操。如果需要的话，也可能一个人都不需要，就能种出这个庄稼来。美国闲置几亿英亩的土地，光一个美国出产的这个粮食就能够全世界的人吃，都不需要多少人去工作，设计好程序就行了。现在知道编程的这朋友们都知道啊，编程序也是电脑自己编，编程软件啊，都不需要自己辛辛苦苦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数一个数往里打啊，都是程序在运作啊，都可以各种生产啊，上到生产飞机啊，下到这个生产这个什么这个汽车啊，这些东西啊，如果需要可以，也都不需要人去工作。你看那个宝马那个装配工厂，是吧？整座生产线上啊，没有几乎没有人啊，就自动就开始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制度跟这个技术，就现在这个技术跟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制度啊，政治制度都已经开始不搭配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就是人不劳啊，你要不劳作啊，就没有收获啊，就不能活着，你必须得工作啊，你必须得工作，你不工作就不行。但技术可以做到解脱绝大，可以说能解脱绝大多人的这个绝大多数人的这个劳作，就是因为这个制度，这个社会制度不配合，这个社会制度是落后的，还是执行的之前的东西。神已经让人启发人的技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但人的制度不更新啊，也就是今天我就说这几次大家的煎熬，就是也就是因为这个啊，这个制度没有更新，不配套了。你说神还能再给你更厉害的技术吗？啊，就我们大家说的这个媒体社交媒体啊，包括什么什么这样的啊，现在都控制他们那些人的手里，是吧？他们就完全可以互相的这个呼应啊，来搞这个选票的这个舞弊啊，搞得所有人都不知道真相，到底我多少币不知道啊。你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啊，这就是问题。有没有我应该一刻就知道，是吧？啊，所有人也是在这么一个美国一个残破的这个投票制度上，诞生了无数这种弊案，无数个争端，还大家还在这捧着他，谁也不想改进，是吧？啊，川普跟这个
拜登啊，两个阵营争的这么拼命，川普当总统起码当了四年了，从来不想怎么完善这个东西，不争议啊，从来不想啊，这就是问题，大家听出问题所在了吧？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进入新世界呢？只有摧毁这个旧世界，这个旧的制度，摧毁人的陈旧的观念，实现这个天道法则和人的这个制度的完美的结合，所有人遵从和上帝的约定，在这个时候消除一切恶。当然所有的恶的根源就是因为不平等，就在这个时候会有新的技术出来，才能达到什么，达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上帝承诺我们的，我人类最原初的状态，我们的天，我们最简单通俗的讲啊，人是从天上下降的，从天宫，原来是神仙，你在神仙，你在天上需要劳作吗？神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是吧？你就是说基督教讲人在伊甸园里，伊甸园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所以什么人把人从被神从伊甸园驱逐出来之后，神说你耕种你所出自之土，种地去吧，脸上黄土背朝天，是吧？一生耕种啊，仅够糊口啊，地上各种荆棘啊，啊就扎你的脚，然后战乱频繁，世界从来没有和平的时候。他研究历史都知道啊，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长期和平，都是一瞬间和平是一瞬间啊，战争混乱是大多数时间。那现在呢，到头了，因为技术进展了啊，技术进展了。可以，大家可以，尤其这个网络技术，大家上帝和人的约定就是说，什么是个记号？就是云计算、网络啊，云网络、云端，这计算机程序高度发达了，在人工 AI 就人工智能高度的发达，无人机现在什么都无人的，美国军事整个空军都是朝无人技术，在无人技术这个发展，将来大型重型战斗机都不需要人去操作，都是程序啊。大家记住，这叫程序。你能用程序操作重型战斗机去战斗，你都不能一个程序用程序设计一个安全、方便、好用的一个投票程序吗？但这个票的不再是你把权力让给别人的票，而是你投决策票、决定的票。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很容易。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你之前你选一个人，他们你选出，你把权力给了议员，议员再去，他们再去投票，哎，再制定方案，啊，再制定方案。那这个。根本受限是因为原来没有条件，这是物理条件，没办法，你只能把权力给他，是吧？就像一个县里的人，你都没有办法几十万几百万人在一块开会，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啊。现在有了，现在有了之后就可以，说句实话就可以，但前提是因为人要遵从这个法则和上帝的约定，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平等，就现有的条件、现有的技术其实可以解决啊，就可以解决大多数人的这个福利待遇。咱们是有人说啊，这个啊，民主党就要不劳而获啊，就他们就想这个什么，就想让别人养着。其实大家你们记住啊，就我的了解，你像加大呀，加州大学这几个分校这些教授们，他们是其实是怎么样？是左派思想，是被很多人认为左派思想的真正的大本营。这些科学家、这些教授极端的反对共和党，甚至说极端的反川普。有人都知道，这个加州是美国自由思想大本营。加州自由思想大本营是加大，尤其像伯克利什么洛杉矶分校，他们是工程学校，他们是掌握各种新技术的，因为那些人认为新技术可以做到解脱人的劳苦啊，解脱人的劳苦，新技术也能解决关于资源不平均的问题，这个或者是这些问题，人可以不工作，所以那些人。他们所说的福利，他们所说的这个社会，他们所反对的这个，像这个有人说保守派啊，或者这个什么右派啊，极右派，啊，就保守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允许新移民进来，啊，然后不谁都不要吃福利，福利越低越好，每个人都去工作，每个人得劳苦去工作，这种劳苦的工作其实说白是有问题的。但这很简单道理，大家应该明白吧？你像瑞士呢？大家知道瑞士有那个议会要通过个法案，给每个人你可以不工作，哎，就给你发多少多少法郎啊，瑞士法郎，你可以活着，挺好，是吧？大家记住，现在这个世界技术不管怎么在搞它，技术也是在进展，需要人的这个场合越来越少，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工作越来越难找，很多人出于历史的原因，不是所有人都会那种现代的高科技，也都会去编程，都会去什么设计航天飞船，那是做不到的。就在这个时候，就你反正还要一定要强调去工作，去劳苦，你不工作你就是懒惰啊，所有人都不要吃福利。但这有个度的问题啊，有个度的问题，就是就这个时候就出现极端啊，就出现极端，极端右派就是什么福利都不要给啊，你给他就是懒惰。那有的就什么都要给，非法移民要给什么什么也要给，这个社会，这社会就这样。所以不要说一说就左派就不好，左派怎么不好了？啊，有人说有，但是在这个观念上，大家应该知道啊，右派有右派的问题，左派有左派的问题，他俩必须从哪儿呢？从左派的极端，极左和极右，最后两个方向发展，其实是一个终点。啊，其实是一个终点。很多人把被一些利益集团给蛊惑了，从来不想这个深层的原因，啊，被他们煽动了啊。右派喜欢煽动老百姓，左派就想搞社会主义，左派就想搞共产主义，让人不劳而获啊，这都是安提法，都是黑面贵，什么都不干，哎，然后用你的纳你的税。大家记住，不是纳税的问题，最后是技术的进步能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你也可以不工作，你有病了非得去工作吗？非得搞那些无用工去吗？本来可以用技术来解决的，那工厂不用人，你非得用人，非得去用人吗？现在说句实话，现在美国也好，世界好，都面临这个问题。本来生产线技术可以不用人，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只能用人，阻碍了技术的进步。高技术、无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找不没有用场，没法用啊，没法用，人类就陷到这种之前讲，其实就是这人家现在这个状态，很多人坚持的这个状态，就是上帝惩罚亚当和夏娃的那个状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遵从和上帝的约定，回到你的本源，在那个角度上，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法则，什么才是你应该做的。只有在那种程度下，上帝才会启示给你新的技术。大家知道，中国世纪的技术面临一个起点，技术起点，比方能源也好，什么包括人的这个生物科技，啊，都面临一个起点，就是卡住了，再也走不动了，癌症也攻克不了，人的长生也实现不了，是吧？真正的清洁的、无限制的能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设限的一个社会，一个就是因为。是一个老的、过时的、陈旧的制度，就像美国的投票系统一样，都是人为的，人类自己打着转不往前走。怎么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说蓬佩奥说嘛，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代表什么？耶稣基督不是说白了，耶稣基督都不是一个程序员来给你设计程序的，耶稣基督也不是一个农夫来给你种地的。说甚至耶稣基督也不是一个警察来给你执法的，耶稣基督就代表一种最高的公正和自由。只有在这个层面，人类认识到了遵从耶稣基督就是跟上帝立约的凭证，你最相信这个凭证，遵从这个凭证，遵从上帝的约定，人类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才能真正的解决。投票系统是很简单啊，投票系统很简单，云计算可以保证所有人可以在这个地球上，甚至在太空中，你可以随时的行使你的权利。如果需要的话，关于这个，比方咱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这个世界要通过一个法案啊，涉及到所有人。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地上所有的人都有权投票，啊，都有因为非常的方便，你按个按钮，按个键就行，甚至键都不用，就拿指头画，甚至指头画都不用，你需要用语音就可以。你说我投什么票，就可以。再先进的达到什么程度呢？语音都不需要。啊，因为现在人脑接口，在这马斯克搞这个人脑接口干什么？机器和人脑的接口干什么？你想一想就行了，你意念动一动，你这个票就出去了。这个事儿行，我觉得这么干，啊就可以了。所以议员呢，还会不会保留呢？你可以保留，议员就是证交所里那红马甲，啊，他就是个受托者，他可以。我们每个法案，谁提出过法案，任何人都可以提一个，按照同样条件都可以提出同样的法案，然后就完善这个东西，是吧？就管理这具体的技术问题，那议员可以继续保留，继续干这个事儿。
你可以去投票决定。如果你但是说话换出来，你相信这个议员，你把权利让给他没问题。但这个权利呢，随时可以收回，随时可以更正啊。你我今天早上我行，我今天忙，我相信这个议员啊，相信这个交易员，证券公司交易员，我相信他啊。行，你给我投票吧。你在这个电在你的终端上操作一下的可以，你把权利给他，他再投票就代表你这一票，是吧？到中午了，你想想，哎，不对，我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投吧。你可以随时把这个他的授权票给他撤回来，啊，他再投的话就没用这票了。到晚上你想想，哎，还是就交给他投吧，啊，也可以，啊，也可以，随时的啊，或者有的你会发现这个交易员呀，啊，这个服务员有问题，啊，服务员有问题，或者他的工作态度或者什么有问题啊，或者觉得他这个甚至直接就觉得他长得不帅。可以啊，你可以换呀，啊，你可以换呀，啊，你可以换，你提出其他的人来，是吧？甚至你自己都可以报名去干这个事儿，都没问题啊。就在这个时候，议员不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啊，是吧？众议员选上六年，参议员选上这个参议员六年，众议员两年，总统四年，啊，你选上他之后，哎，好了，你的权利就离开你了，啊，跟你没关系了，你的监督权都是名义上的，啊，他投啥票？现在这个政治制度，现在制度就这样，他在投票是他的问题，他跟其实很多情况跟你没关系，你都没法去什么。所以这个原因，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要你投这个票是决定票、决策票，决策票。当然你可以说，比方说张三可以授权给李四，李四可以授权给王五，王五授权给马六，就形成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撤除这个投票委托，自己投，啊，自己投。我当时只说几个具体的例子了啊。如果就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就这些人，他们也可以这样。在这个时候，不再有人数多少的问题了。有人说这个投票不安全怎么着？票数被这个被篡改怎么办？很简单，你投，我比方说你投一个票是吧？这个程序就是什么？同时有比方说有一百个这个数据库接收你这个投票结果，啊，然后呢，最后的统计，这一百个数据库都在统计，统计之后，这一百个数据库之间互相校对，出问题也知道出在哪儿。它总比现在这个效果，现在这个纸票效果要好吧？现在也其实也有纸票，也有电子票，乱七八糟的混在一块儿。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很容易里边漏洞啊、缺陷很容易克服啊，很容易克服。就在这个制度里，首先解决个什么？解决一个争端的问题，因为物资少，因为资源少，啊，新的技术，我们发挥最大的我们现在人类这个技术的这个优势啊，把大多数人解除出来，能用机器的就不要用人，啊，除非你自己有爱好，你愿意做手工活，那你自己去干，啊，否则的话，技术员所有的这个功能都能实现，啊，都能实现。所以人之间不再有争执了，你争什么争，啊，有什么好争的呢，啊，他也解决什么，解决一个怎么讲，就是乱源，啊，其实这个事情有更多的时候问题痛苦出的是混乱，啊，在这种高度的法则的约定之下，反而没有这些产生混乱的根源了。所以这时候你当官没有任何意义，啊，你当官你也没有特权，你也没有特权，所有的权利人家权利投票都投权自己使啊，自己拥有，你没有任何人没有特权去干坏事去，全世界都一样，战争也没有了，新的技术发达了啊，新的技术发达，这个时候更新的技术来了，上帝启示给人类啊，启示给人类之后，技术更加的发达，解决了能源问题，解决了生物技术问题，解决了一系列的这些，最后都靠技术就解决了啊，就是神的大能，神的按照这个法则。这时候人类就是一个，享受生活，维持这个世间大道法则，跟这个就像我们中国道教神仙的，就神仙过什么生活，悠游自在，啊，悠游自在，啊，有的叫列子御风而游，啊，御风而行，啊，就在风中飘，啊，神仙是什么？神仙就是悠哉悠哉，啊，朝游北海牧苍梧，到处溜达，啊，你可以发展其他各种各样的文艺，发展各种各样的文明，发展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可以去搞，这就是新的世界嘛。啊，这就是新的。我告诉大家，新的世界什么样？就是这个样，离我们距离非常的近。大家明白了没有？非常的近，甚至说近在咫尺。
啊，所以你要去杭州啊，西湖边啊，西湖边灵隐寺，你看他照片墙上写的什么？咫尺西天啊，西天极乐世界就那么一步之遥，迈出去这一步啊，遵守和神的约定，消灭世界上一切的乱源，这个事就成了啊，就这个事就成了，让这个大道法则和每一个人融会贯通，然后一之前的混乱和痛苦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像我们做这个梦一样，我们梦醒了之后啊，阳光灿烂，春风和睦，并且是一个长期可以持续的状态，也就是上帝造人的本意。上帝造人啊，我们看圣经啊，说多明白啊，上帝给人安排好了一切啊，你只需要啊遵从上帝的，跟上帝的约定，可以自然而已，叫做自然而已就可以了啊。人类非得分辨善恶，分辨善恶的时候，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你分辨善恶就创造了恶，才有今天的堕落，然后你才出被上帝驱逐出去种地去啊，他种地去。现在呢，其实还就是人类上帝设计这个剧本，就是人类经过这个彻底的教训之后，其实技术发展也到一定程度了，制度啊经验教训也足够了，而在这个时候就是突破的前夜啊，所有那些想统治啊，想为永远永久统治他人的，像中共这些太子党啊，或者官二代，中共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集团，想统治全世界，他想把这个罪恶的体制永久的延续下去，所以圣经讲叫大红龙，然后这个七头，就是中国的七常委，然后大红龙撒旦行一切恶的事儿。那最后呢，其实消灭他很容易啊，消灭他很容易。我给大家讲，就是你现在觉得最煎熬的时候啊，最煎熬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是在自取其辱。他们我们现在每个觉醒的人，我们交的这个票就是履行和上帝的约定，是吧？履行这个大契约，然后他们那些做的那些事儿呢，啊，做的那些恶事儿呢，他们是在自取灭亡，因为这个世界有最至高的仲裁者，我告诉过大家，啊，有造物主，当然有造物，当然有天使，啊，神的这个含义呢，告诉他最高是就是自然法则，就是法则，这个法则是灵性的，再一个就是掌握了超先进技术的，可以说你就说天君、外星人、天使。再往下呢，在人间有无数个这样的上帝埋伏在这个人间的这个棋子儿啊，就上帝的这个，也就是也是天使要执行这个使命了啊。那些不懂的，那些被他罪恶的心蒙蔽了自己的眼的那些傻逼贱种们，还得拼了命的为自己的将来，为自己的千秋万代，为自己的这个更多的利益在作恶。这些人是非常可怜又可恨的。从某种角度讲，他明天他就可能被上帝弄死，彻底的消失，让他，因为这些人他是在阻碍上帝的剧本，阻碍这个天道法则的运行。我们需要相信什么？我们需要相信的是这个东西，是吧？说贱的一点啊，就是我们讲佛教七苦啊，佛家讲的佛家七苦，生老病死啊，怨憎会，求不得，爱别离，那痛苦的根源，由于痛苦的根源产生轮回转世。我们现在追求新世界的啊，我们为什么仇恨共产党？我们为什么羡慕美国？我为什么追求自由？追求民主呢？就因为很多人，有的人受冤屈，有的人受迫害，有的人有病不能治啊，有的人啊，就是因为教育问题，孩子的问题，无数种烦恼。我们有现实的痛苦，现实的苦难。你就是有的人是有钱，是亿万富翁，像看马云。马云金服可能就据说要被定成诈骗了，诈骗集团了。他的命运原来这么风光啊，啊，手握万亿，说完就完蛋啊！共产党那个多么厉害的那些高官们，是吧？升到正国级，啊，也是说进监狱就监狱，说死就死，死了都万变的外界都不知道怎么死，也不知道死了没有，想活活不成，想求死都不能。所有人都其实痛苦都一样啊。我们要怎么来解决所有人的痛苦？唯一的一条啊，就是上帝设计的，上帝的道路在这儿是唯一的，通向这个，可以说通向这个门，这个天门的道路有千万条，但是天门是唯一的啊。
你大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朋友问过这个问题，是吧？自古华山一条道啊，然后又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问题不是矛盾的吗？其实并不矛盾啊，并不矛盾。道路啊，最后通向的这个门啊，是唯一的啊，门和道路它是一个一体的概念。有很多条路，就像这个佛教讲叫八万四千法门，你都可以找到这个门啊，都可以找到这个门，但这个门是唯一的，门后边这个道路是唯一的。大家记住没有？通向这个门的道路可以有千万条，但这个门后边这个真正推开这个门进入上帝的这个大道，这个神道，这条神的道路是唯一的，就这个门拦在这儿。你要找到钥匙，找到踏脚石，就可以进入这个门，进入这个唯一的道路啊，进入耶路撒冷城。我今天好像讲时间又很久了，但是话多呀啊，都讲的同样一件事儿啊，同样一件事儿啊，大家自己琢磨琢磨。